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，然后今天呢，来到了我们的猫咪大战争时间了。好嘞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现在那个《梅鲁克物语》它的那个它合作活动还在一直启动，所以就是觉得一直合作，让我就觉得。我登录的天数太少，他们都已经获得梅鲁克物语了，我从学也在玩。然后，登录 ，OK， 游戏开始，有点卡 ，OK。What？ 我要第七天才登录才有。完，这是困难。我认真说，是真的是哦。哇！我要打卡哎、欸，算了，反正我也去不了。然后我家一直在叫。好，各位，我打个天使漩涡。然后我用上一次过关的队伍。嘿嘿，来吧！冰，哎，好，现在来到我们这边，已经把这边全都拍上。好，各位想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就猫咪特技团，那就是之前我。在那个美女班的时候，就是我好像就是把他派出他的天使漩涡狂一直后退，然后死。可以让天使的元素给暂停。好，我大概就拍一张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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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怎么刚刚我在？哎呦！你要走了吗？等一下。我我丢了两只，两只看一下效果威力如何，好不好？
是。哎，橘子。哎，我甚至讲，因为他还没结账。哦，他被逼到墙角吧！哇，天哪！被逼到墙角 ，OK， 这样子 KB OK， 差不多 OK。又给他时间暂停，然后又给他 KB OK。哇，天哪，这个部队真的太强了！我不要想一下，等到开始生我死，我就没有任何了。一直被 KB 啊！哇，一直被 KB 啊！等一下，我那暂停那只猫没了。没关系，前面还有那一些够了。等会，打一下。没有那个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。啊！我看到，三星又被拉回来了。可恶！完了，战线又被拉回来了，完蛋了！原本还以为想说今天可以练练手气了，现在没了。这应该是木叶。猫咪特技很赞，它的威力应该蛮强的，所以尽量就是要选把擅长打天使的，然后把什么升级，然后你去打个天使什么的。我建议大家就是用那个，哇，小波动的，完蛋了。我决定还是复活了，来吧！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我的故事。我承认，我必须得跟大家讲说，天使星罗其实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惨的。今天是因为网速的关系，好久没开这只了，耶！好久没开这只了，好像几个军团都在。因为这个军队那时候我还没有那个闪电机经验，所以闪电机经验我是我担心的事情。哇哦 ，Yeah，Yeah，Coming。
好，总算力500的不过，我全部加。他说什么猫咪你好，真是可爱，我的机车。你就是可爱。你是准备好了吗？
哎，几岁？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、share， OK， 拜拜。今天就先录到这边喽，拜拜。